唱歌的时候我觉得很棒哎，唱歌好，唱歌啊，店长，我唱歌太完美了，对啊，他今天看起来很专业，在没有店长吩咐的时空框架下还是很专业。对啊，不要哎，可以不要一直这样吗？好啦，烦的，你要一直这样你就自己做就好了嘛。我真的不想哭。店长真的不好当，龟龟还是忍不住流下眼泪。他营业中饼点试营运，邀请苏慧伦来当小帮手，却遇上客人对餐点不太满意。不是，我跟你介绍一下，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串冰啊，我们把它分成是双层，它下面第一层已经有一层糖水跟焦糖，所以你们还没吃到下面。对，所以上面还有一层。所以你现在一直如果吃上面的话，你会觉得不够甜。如果往下挖的话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进的时候，你要告诉我你的那个建制，我们才怎么知道说，哎，这个东西要从哪里开始吃？没问题。好，要拌一拌的。对，不好意思。对，谢谢。今天是营运啊。你给我进来。干嘛？没有，你要跟他们介绍啊。你的员工训练都没训练好，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啊？就店长都没有分配好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。搞什么鬼啊？你回去想一下。我不会当店长、啊。你回去想一下，我们都是齿轮，你要想办法把它摆好。因为你们都年纪那么大了，应该知道。哇！年纪那么大了，应该知道。哇！苏姐来讲你，苏姐。什么？不要让我先上。苏姐来讲你哦、喔，苏姐。今天小帮手我觉得很棒哎。谢谢小。来，小帮手哪里棒？讲三点。唱歌好。他今天看起来很专业。他看起来很专业。对啊，在没有店长吩咐的时空框架下还是很专业。对啊，不要哎，可以不要一直这样吗？好啦，烦的，你要一直这样你就自己做就好了嘛。还有第三个是什么？你讲第三个。快，我要听啊！我不想讲了。有什么好讲？就一直讲，大家都是自己的店长，想干嘛就干嘛。不要情绪。没有，情绪不要这样勒索。不要情绪上来，好吧？不要这样。大家平安，阿弥陀佛。好吧，以上好。我的确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店长，我承认，因为我根本对店长这个东西我是问号，跟我真的没有想要升任，我也没有想要领导任何一个人。我觉得当一个领导者真的非常的辛苦，非常的累。我觉得对他有点抱歉，因为我觉得我很没礼貌。我真的不想哭，但是就是为什么当店长要好像身负一个，就是你大家都是一个大人，然后为什么好像我要把这个指令给的多细？其实我真的不懂。